亚太国际地产，海外地产投资最佳首选品牌。最大的国际房产联销平台日前斥资了5000多万元，打造了全球营运总部。而台湾的房仲业者2012年进军了马来西亚市场，销售超过了4州11个国家。国际地产呢扩大营运，在2015年接案的总销金额高达了3000亿元。桥营运总部，乔迁之喜，盛大落成，营运成功。亚太国际地产。